被吉拉西姆摆了一道。不用管我，快去追那家伙。他从正门出去了。正门，这是侧门。原来他哼的是他自己的主题曲。为什么萨尔达就完全什么事都做不了？啊，林克还在看什么？赶快啊！林克还在看。在我完成仪式前，在魔大人复活前，绝对不能让那小鬼接近这里。就算你们全部死光也无所谓，赶快去争取时间，听到了没？他们根本也不是有什么生命的吧，直接这样变出来。如果是他们是一个完整的种族，那还说得过去。林克在干嘛？人家都追上来了，你还没下去？算很帅，但是不要这样好吗？哇，这是，哎呀呀呀呀，这是海拉无双吗？啊！哑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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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打！哇，要拿炸弹来的！啊，这是这样 ，OK。哇，这么多次！其他两只嘞？我刚刚不是有看到三只，怎么只剩下？哇，好多！这萨尔达无双啊！又被挡住了、啊，可恶！哎，他都跑到外面去了。哦，他还会冲刺斩。要拖时间，快点啊！哇，真的！这是又怎样？
来啊，再来啊！啊，真麻烦。这也要打完吗？哦，不用。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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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这排列真的好像无双啊！糟了！多啊！你来得太快了，小鬼！我的肉都还没烤好，这个菜鸟，我告诉你，这种仪式可是花时间的，你就不能再安分个几分钟吗？这个性子急的小鬼，别得寸进尺了，这是我表现的机会啊！啊，我受够了，跟你玩玩吧。哎，这是你的传说哎，萨尔达，想想办法。这次是来真的，我不会输给人类第三次。什么术啦？啊，还有一个决斗场地啊！你还特别做了一个决斗场地。是要把它打下去？打从一开始就看你不顺眼了，只不过对你温柔一点就给我得意忘形。哦，他的真身啊，我好歹也是伟大魔王大人的部下。必须保持威严才会一直忍让，你却得寸进尺好几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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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是被你当成笑话还能若无其事的人，不应该说是贱啊。让你尝尝我们魔族的终极处刑法无限地狱。好烂的名字。你会被我压倒性的力量不断折磨，然后被逼到边缘，最终坠落下去。就算我跳下去也不会死啊，我不是有披肩。没错，我会把你打落地狱，你就在那里成为魔王大人的养分吧，臭小鬼。原来是这样，要把它一层一层打落。我一次就要这样重来啊！
他刚刚那招其实还蛮帅，给你表现一下也是不错的啦，可以。还有吗？最终形态，最终决斗，不要玩这个什么掉平台的游戏了，又不是什么大乱斗之类的。那这样还蛮帅的，决斗啦！哇！这样，又来这招。蛮好玩的，刚刚那一战。
难以置信，无限地狱竟然被破解了。诶，刚刚那就无限地狱吗？本大爷居然不断地输给低等人类，无论如何都赢不了，你到底何方神圣？不过一切都不重要了，仪式并没有中断，我就知道魔王大人即将吸收女神之魂，马上就要在此复活了。来了，中烟者啊，不对啊，又是被封印者。你说他这样看起来有点像 Among Us。要被吃掉了。林克就不能做点什么吗？砍他的脚也好吧。是你们输了，世界将被魔族，被我的主人所统治。哇，变好鬼了，真的好像好鬼哦，真的超像的。那么可爱的被封印者竟然变成了这样，好了，也还不错了。恭喜复活，我的主人。吉拉西姆也要变了吗？果然变成剑了。哦，再见了，魔族长。就是女神的骑士吗？哼，真是可悲啊！虽然说是为了消灭我，但威风凛凛的女神海莉亚现在居然沦为一介人类，你还不是沦为一个 Among Us？ 啊！哇！交给我吧！真可靠啊，巴多。哦，接到了，尼克萨达平安无事。你和那个人类都打算帮助女神吗？真有趣，我所认识的人类全部都是只会哭天喊地、一无是处的弱小存在，不敢与我刀剑相向，只能依靠女神的人类，你们是那些懦夫的莫伊吧？
越来越有趣了，人类就想挑战我。那好吧，我就在没人妨碍的地方与你一战，如果你有那个勇气的话。拜托尼尔林克，老太婆告诉我说，即使那家伙吸收了萨尔达的灵魂，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融合。所以说，林克，只要你能尽快把那家伙打倒，你一定还来得及。所以，振作点，能拯救萨尔达的人只有你了，林克。这么帅啊，中烟者。所以这个时候他还不是卡农多洛夫，卡农多洛夫只是他的转身之类的吗？有时 pass， 现在逃走也没关系，在我统治世界之前，就像个人类哭着度过最后短暂的时光吧。但若你想抗拒魔族统治的世界，就跟着我来吧，我只等你一小段时间，我也没时间让你等啦。万事拜托了，林克。这好烦哦，喝一口好了。反正这一瓶可以用两次 ，OK。把弓带好 ，Let's go。继续前进却无法打倒对方，无法生还的几率为100%。走吧，祝大师旗开得胜啊！是用这个词吗？这是在比赛吗？真的超级像好鬼的，你来啦，看你做好觉悟了，人类。好好看清楚了，就是你临死前眼中所看到的最后景色。对神族永恒的憎恨。以及力量解放的欢愉，我将用这一切把你击溃。究竟你能在我面前坚持多久，就让我拭目以待吧。很快全世界都将归我所有，我会让对我拔刀相向的蠢材们全都从这片大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将那股万能之力，将三角神力纳入我手中，成就永受魔族统治的世界。用拳头打我，
动作吗？为什么砍不到我？我好像绿色一趟。哇！可恶！怎么样？再不使出全力，你就输了。哦！那你！痛啊！哦，我也会。等一下！为什么击不到？为什么可以这么帅？那瓶红药水救了我。凌驾于我之上的强大人类啊，了不起！不过给我记着，这不会是结束。我的憎恨，魔族的诅咒，将进入轮回，直到时间的尽头。不要忘了，一切都会不断重来。你们拥有女神之血与勇者之魂的人，将永远无法摆脱这个诅咒。这份憎恨与怨念将化身，将在涂满鲜血的黑暗汪洋中与你们一同徘徊，直到永远。好文绉绉哦，你也是文学系吗？哇，虽然打得不是很好，
不过打得很好玩啊，又帅又好玩。这是我第一次破天空之剑。封印完毕。辛苦你了，林克。谢谢你，林克，这一切总算都……女神大人也会哭啊。两位辛苦了，感谢你们参加勇者巴多大人的传说。哎，开玩笑的啦，这两位也没在理你。不，你也功不可没，感激不尽。能听到你这么说我还挺高兴，总之大家没事就好。对，事情都处理完了，赶快回到我们的时代吧。老太婆也很担心你们，赶快回去报平安吧。女神海莉亚，布萨尔达，您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大师，我有事要向您报告。守护转身为人类的女神，并消灭中炎者的少年勇者林克，把印岛大师的使命在此画下句点。所以大师，请解除大师与法医的契约，然后将剑插入基座，一切就结束了。法医将永远在剑中长眠。大师已经完美达成使命，将剑插入基座，完成女神的命令。请解除认证。我的最强之剑，要到数千年以后，才会被荒野之息的蓝色林克给苏醒。要是我的话，这样插一定插歪的，一定要好好的对准才插进去。没关系，我还有这个那这面盾，这面盾好漂亮。法医的使命是遵从女神的指示，并引导身为勇者的您。对刚苏醒的法医来说，这是身为女神仆从的应尽义务而已。但是与您共同踏上旅程所有的记录，现在是法医所有资料中最宝贵的记录。法医无法理解人类的心，但是能和你在一同踏上旅途的这把剑在大师之剑中长眠，让法医产生无法言喻的想法，恐怕这就是人类所说的喜悦吧。解除认证后，法医的意识已经逐渐开始模糊，最后想赠予您法医在这趟旅程中所记录的一个词汇，
这是许多人对您说过的话语，法医想对您说一次。谢谢您，我的大师林克。拥有海莉亚大人的记忆，应该也明白，我原本就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人。虽然是这样，没错。请回去吧，回到你们的时代。等萨尔达大人一行离开之后，我就会处理这扇门。不想丢下一直以来与我旅行的你，和我们一起。那如果到未来会怎么样？会发生什么事情？也有点可怕。终焉者的意念在剑中逐渐腐朽，必须要有人看守才行，绝不容许终焉者苏醒，绝不能让世界再度面临威胁。这是我们一族被赋予的使命。铭记被女神大人选中的骄傲，是我们西卡族人所应尽的职责。西卡族啊，都要靠他们啊！他们一族真的也有够厉害的。三角神力就拜托您了。万能之力是相当危险的存在，绝不能让三角神力轻易的被使用。在一切结束后，那股力量就应该在世上某个无人知晓的地方长眠。海莉亚大人曾经这么说过，您还记得吧？有一天会重逢的，我保证。看吧，
太好了，终于把天空之剑破了，所有萨尔达传说的开头。当年我没有破，是因为我当年有一种就是在破魔王关之前就会没有动力继续下去的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心态，很多 RPG 很多游戏也都是这样，在最后迷宫之前我就没有动力继续玩下去了，就会停了。不过整个萨尔达传说里面也只有天空剑让我有这种感觉，也许我还是蛮喜欢天空剑的，当年也许我就很喜欢天空剑。所以当年没破完，现在终于破完了，结局非常的棒。左边是萨尔达掉下来的时候英帕救了他的事情。其实最后那几段配音我已经配不出来了，因为我也有点感动，虽然故事是蛮单纯的，但是单纯的故事也没有什么不好。整个游戏我觉得虽然有一点小维持啊，就是还是对体感的部分有点维持啊，因为它一直需要重新那个校正，我觉得还是蛮讨厌的。很长的时候打到一半那个就不见了，它的感应就不见了，所以要一直校正，这一点我是觉得蛮烦的。还有就是挥剑的时候，我一开始讲过的，我明明想要左边挥到右边，可是控制器在右边，所以我要移到左边的时候，它就已经挥判定为你从右边挥到左边，这一点我也是蛮不满的。但是整体而言还是蛮好玩的，尤其最终战真的太棒了，太帅了，最终战比黄昏公主还要帅太多了。那感谢各位一路的收看，《萨尔达传说：御天之剑》就先玩到这里，全部结束了。那我们下一个游戏再见喽，大家拜拜。剑鞘也不见了。